这么好吃哎！然后跳江河舞，这也太厉害了吧！我叫你坐钓龙呢，那个破木子，那个红枣鸭，这个比外面的还好哎！哪里有这个有露营吗？哦，太厉害了！做鸭脖，这个是海鲜，南瓜海鲜，海鲜气质，江面上做的，是啊。那一个一个介绍来可以啊。来，没有，我这个哈，等一下，你帮我弄了没？我得爱，这个满汉大餐。我要